有情欲的情况，或者是负面的想法，啊，任何负面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怎样处理呢？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，第一，我留意到我里面有情欲，或者是负面的想法、负面的情绪，然后第二，破坏性，相信必有破坏性，不好的东西必有破坏性。第三，圣经说什么？圣经教导我们，啊，罪的破坏性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从情欲受败坏，魔鬼偷窃杀害毁坏。所以圣经说的，我们就说啊，我知道情欲，这个看见妇女就动淫念，这样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破坏性，圣经也告诉我们逃避淫行。然后第四，祷告求神赦免，求神加我们力量。第五，选择顺服，选择顺服。好了，怎样选择顺服呢？我们就说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越被情欲影响，或者是看这些网上的啊色情的照片啊、影片啊，或者是看周围的性感的女性啊，这些都有破坏性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继续这样做，因为魔鬼会用最重之乐来吸引我们。但我们知道这有破坏性，我们整个生命就破坏。犯了罪之后，有情欲的罪之后，里面就会很痛苦的，不是享受的，是很痛苦的。我们就说，我每一次犯罪后果是这么严重，你们就想到整个生命就破坏。刚才你所说的，就影响你的情绪啊、健康啊、睡眠啊，也会影响婚姻的关系，影响夫妻的关系，都影响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破坏性，我们就说，如果我们珍惜生命，我们就选择看到这些色情的东西马上不看，看到为啊令我们有淫念的女性我们不去看，我们有负面的想法不去想，然后我就细想神的恩典，赞美主。所以这个习惯，整天赞美主，整天从神得力，我们就喜悦神，我们就知道亲近神必有力量，我们就会得胜有余，我们就不被影响啊！希望我们就去相信必有破坏性，必有破坏性。我再说一次这五点哈：第一，留意到这个问题；第二，必有破坏性；第三，圣经说什么；第四，祷告求神赦免和给我力量；第五，选择顺服，选择抗拒罪的意念，抗拒骂人，抗拒淫念，抗拒任何不好的东西啊，负面的想法、负面的情绪啊，然后选择亲近神有力量，神就给我平安，也放在记忆里，神怎样祝福我们，常常想到神的祝福，常常想到亲近神带来的祝福力量，我就说我继续的亲近神，常常亲近神，必定蒙福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整天都会在平安喜乐的状态，就会说我不要失去这个平安喜乐和力量，我要活在神的恩典。另外你有讲到这个被钱影响啊，失去钱啊，失去钱的时候越烦恼越失去更多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啊，你必定祝福爱你的人，我愿意顺从你，遵从你啊，离开罪的话，神也祝福我们的工作啊，为我们开出路，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机会，怎样可以有啊有好的工作啊，能够有供应这个啊，也需要啊，很多时候啊，因为内心不好，我们有罪的问题，就影响我们的健康，也影响我们的工作，影响我们前路。我们信靠神，神必定开路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啊有经济的困难的，我曾经有一段长的时间有经济的困难，但我总是依靠神，神必定开路。我不停的亲近神，神为我开路，一步一步的有不同的路就出现了。这个就是神会必定回应我们爱神的。但越烦恼，困难就越大。求神保守我们，相信跟从神是最美好。所有世界一切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。
所有世界一切，我们的健康，这个啊健啊，我们的啊工作，我们的钱啊啊，我们的啊啊所有的机会都在神的手中。这一点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信耶稣但不相信所有一切，我们生命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我们听从神的话，生命整个生命就必定蒙福的。